发生了什么？感觉交往很复杂吧，因为这个圈子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疲惫的，因为圈内的人都讲的是假话。他是对，你说能说的，他说你果然是，这句话好伤人，其实。你对谁身上从此有了一些标签？单身的标签不是在每个人头上挂着。你在干嘛？那个人是在跳舞吗？我在跟他斗舞。Cool. 来了，老古，不加车，太尴尬了，赶紧过来看一下。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啊，兴奋，超兴奋，帅， cool. 傻。好，停。你告诉我，你刚才在干嘛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就遭到误解了吧，可能。真的假的？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怪癖。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常生活的人。哦，骨头响了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独居老人就是需要音乐。那个人是也在跳舞吗？哎呦，我在跟他斗舞。真的很认真在跳啊，这大哥是不知道吗？是吧？完了，看到我在学他，算了。Let's go。我都想到这买了个家居服。6元。天啊，好漂亮！你比电视上还要年轻好多岁。多夸几句。不是，你现在的样子就像大学生20岁左右，但是你电视上就像。快30岁的样子。你今年是一定要发第二张专辑的，这是必须要发的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时间很紧迫。其实我写了很多，我就觉得倍儿难听。我去美国那么辛苦做一个回来带给你们听，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不是说失望就是无感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，哇，我做为了什么？就是在你的坚持和市场中间，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市场的因素？我说实话，我是拒绝的。老古，你走秀了你！还钱，赶紧！我不还。那会儿住在那个什么另外一个地方，9个人住一个房间。阿月、磊磊、郭子凡3个人挤一个房间，哇！明天收工回去，对，还要摇骰子，谁洗澡机没水还要得等。我真的要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！我不是面瘫，我是美国队长。啊，来了！这期节目其他啥都可以播，这一段就把它掐掉了啊。Hello， 我新约了一个表演课的老师，说你在他那上过课。你确定？咋的了？我上了课的时候，我哭了3次。老师好，你知道今天要来干嘛吗？就是来上课吗？不是。太好了，不知道就对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啊，兴奋，超兴奋，哇，帅， cool. 傻。好，停。你告诉我，你刚才在干嘛？一会儿是角色，一会儿又是自己的价值观，这个是表演里的一个大忌。
这里面只有许魏洲跟二姐是科班出身的，学表演的、你当时挑战过什么？我当时演的是一个是猫还是狗之类的，他说你这不行，你把衣服现在脱了，就剩一条内裤。我有点不太控制得好自己的这个方面，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后来演戏有点不太敢演了。